尊敬的各位领导，亲爱的各位同事，大家下午好。这些引领者，这些品牌的这么一个效应，离不开我们在座的所有每一位员工辛勤的付出。我相信未来的20年、30年，只要我们大家坚守这份文化，坚守这份核心价值观，我相信我们会越做越好。践行秉承绿色环保、优质高效、创新可持续的公司宗旨。践行秉承绿色环保、优质高效、创新可持续的公司宗旨。我们分两块，第一块一个是产品创新，一个是流程工艺流程的创新。我们大所族综合应用事业部呢，有7名员工也被评为技能人才，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他们上台。我是1993年9月1日入职大庄的。我是2001年6月5日入职大庄的。我是1993年9月2日入职大庄的。我是1999年12月4日加入大庄的。我是1995年2月16日加入大庄的。大庄这老板很艰辛，很努力，在一个破旧的一个小厂里面，他们刚才也说了说。睡这个，你看睡传达室也睡了，睡电工房也睡了，机械房也睡了，是不是在那个食堂小食堂里面，用一个阿姨专门烧一下，很艰辛的，但是他们只要一有空就往车间跑，这里面就有董事长原来在压机旁边就是这个脚被铁板压成骨折的故事，还有张小平在调四面包的时候手被。一根刺三根手指连在一起的故事，都能看到当时的那个创业的老板非常辛苦，非常务实。那么我们其实在那时候被他们其实深深感染了，做老板睡地板，白天当老板晚上睡地板，就是这个真实写照。包装的时候那个阻拦液会冒汗，那后来怎么办呢？后来我们是通过试验以后多次放在平衡房包装，因为它温度低了以后它就不冒汗，所以说后来要求是集装箱装的时候是带空调的集装箱发到国外去码到机。2009年的时候，我们生产实木复合地板，实木复合地板呢有一个检测指标，那检测周期很长，那照正常来讲呢，我们每批货都是说是要那个检测完成了合格了才能出货的，偏偏呢那个客户呢很着急，就是一定是想我们早点走这出货，然后前期也很紧张，那么原先的这种测试呢都是合格的，那公司当时看了这个情况之后呢，就是也就出货了，然后呢我们检测继续做啊，那么等我们，但是很多时候呢事与愿违，等我们检测出来的时候呢，这个指标比标准要求呢差了一点，那么但这个货已经在海上漂了，然后呢我们马上把这个事情呢汇报上去，当时呢董事长在老的山里老开会，他做了这么个决定，他说我们尽量不给客户添麻烦啊，损失自己也不能损失客户的，这批货召回，然后呢就是生产团队马上组织分析改进这个问题，然后第二个事情呢就是我们以最快的速度给客户呢交一批货，当时很定的。那么我们这个货验的话呢，有第三方老师来验的。那个第三方的那个老师哈，他说大庄啊，真的很重视产品质量。他说这样一召回的话，损失很大。从这个事件上可以看着说啊，大庄永远把客户放在第一位。我觉得我们不要怕困难啊，更重要的就是不要抱怨，
不要抱怨。你如果做出贡献了，你的技术水平提高了，你的管理能力提升了，一定有人认可。大庄对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这种团队精神就是像是质量户外主木地板出现了质量异常之后，每个同事还有领导们都在一起去加班加点的去找这个问题所在，之后去共同的解决这个问题。边上那些老人都说，这个小伙子干了一两个月磨吧，结果我一干干了20年，对吧？所以说呢，这个东西呢，这个20年呢，就是说里面的故事呢很多。实际上比方说马德里亚机场出货，我们干了3天3夜就不回家去了，在这个情形当中，但是我们依然能把它完成。我老妈都说了，贾爸你3天3夜去干嘛呢？我说我们去干活了，就是说因为马德里亚机场的那种天花板要出货嘛，